可是今天我终于明白，在职场上没有朋友，更没有亲人。不，程华，你千万别这么想。姚总本来是打算等这次招标会结束之后，推荐你去悦达总部的。 我是悦达集团的总监，出现这么关键的证据，我难道还要顾及你的私人情感吗？你是我拿你当棋子，那你是什么？你是悦达集团的员工，还是新加的拥护者？我也以为我们共同照顾奶奶，已经算是半个亲人。 奶奶，奶奶，姚先生来了。我奶奶呢？刚和朋友出去。二三，三二三，哎，志斌来啦。奶奶，陪奶奶去。姐，奶奋，慢点啊。嗯。 志明，你今天怎么有空来我这儿？嗯，没事吧？没事。奶奶，麦承欢今天没来吗？没有啊，怎么了？哦，没什么。嗯，我看是有什么。你是不是没有听我的话，欺负承欢了？奶奶。 他是不是跟您告状了？我可以跟您解释。你呀，低估了他了。他向来在我这儿只报喜不报忧。那我就有点不懂了。我以为他是仗着您的资本做后盾，才有这么足的底气拒绝新家的橄榄枝。上回我就说了，他不知道，你不信啊。 我也不知道，这个世界上你还能信谁？我以为是您偏心。手心手背都是肉，何况你还是亲生的。你这个人啊，总是把所有人都看得唯利是图，不能因为你遇到了坏的事情，就总是悲观看人。 这个世界千奇百怪，你看，这葵花籽外面是黑的，但是剥开里面却是白的。嗯，来，我种的新鲜甜。奶奶。嗯。麦承欢没经历过风雨。 他的正直不经得推敲，只有钢筋水泥浇灌成的铁石心肠，才能在职场上混出风头。我今天
就算给他上了一课。你的那套理论不一定全对。陈欢外表看着柔弱，但是内心刚强，是一个要强的孩子。你这么对他，就等着吃苦头吧。你去吧，我跳舞去了。何东，问一下公司人事，集团里面有没有什么适合麦晨欢的职位，挑个好的。我已经向总部申请了反贪污调查，只可惜我们内部也出现了纰漏，不知道上面会不会动丹尼斯。偷标只是个意外插曲，亏扣单是真的。总部向来最不能接受内部贪腐，丹尼斯肯定留不住。提前恭喜你，张总。这个麦晨欢，以前就觉得她是个不懂事的小姑娘，没想到这回还两头踩。你别告诉我，这也是你的计划之一吧？偷标的事情是个意外，她是被陷害的，这件事我会查清楚。内疚了？麦晨欢是我拿下刑案里最关键的一环。你这个打感情牌，别打着打着就留在国内了吧。拿下新安里本就是我回总部晋升的敲门砖，事成之后这里交由你，而我回总部天高任鸟飞，成不一变。那我预祝你马到成功。谢谢。哎呦，你别打了，我打赌这新加量不会开机的。毛毛，你说我一直这么勤勤恳恳的工作，怎么会变成这样？说这个新加量真不是个东西，自己玩消失啊，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到你身上，让你来打。哎，他连直面问题的勇气都没有。哎，如果这次你要跟他分手，我双手双脚的赞成。哎，还有你那个姓姚的那上司，他也不是个好东西，把你夹在中间，左右为难。哎，如果你想出口恶气啊，这事儿让我来干。你要给他那个车泼个油漆，还是去他办公室门口拉横幅啊，都交给我吧。其实姚志明身为领导，他没有做错，毕竟这就是职场。姐，那我们也不能平白无故的给别人背黑锅啊。小枣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叫他过来陪陪你，安慰安慰你。你在我们面前，哎呀，就别绷着了，想哭就哭出来。我才不哭呢，哭根本解决不了问题。那你想怎么样？我就是不甘心，我不想这样不清不楚的背着泄露标底的黑锅离开公司。好，姐，你想从哪块开始入手？薛瑞，你去我工作电脑登录下我的邮箱。陈欢，你的电脑下午已经被公司 IT 部门的人拿走了，说是去调查了，酒店的监控现在也被封存了。哦，好，我知道了。哎，这帮人是要销毁什么证据吗？姐，有没有可能从其他人身上下手调查？其他人？还真有一个。
咖啡挺好喝。我知道你要问我什么，那就直说了。为什么这么做？对不起，无可奉告。那你最起码告诉我那封告密邮件你是什么时候收到的吧？朱宝俏，大学的时候，你品学兼优，是老师眼里的骄傲，同学们羡慕的对象。可是我现在看到你，我却一点都不羡慕。麦承欢，我是说你天真呢，还是说你正直呢？这职场上讲究的是利益至上，你呢，志不在此。你说说，何必呢？要是当初答应和我联手，就不会有后面这么多事儿了。并不是每个人都会跟你一样的，朱宝俏。如果当时我答应跟你联手，那才是大错特错。何处？陈欢，姚总调阅封锁了办公室的所有监控。现在是这样，有一个好的消息，就是确实有人在这个时间段在你的工位上发了邮件，但是。干什么？你直接说吧，坏消息是什么？坏消息就是这个人他故意戴了帽子做遮掩，根本看不清是谁。何柱，你能把那个监控视频发给我看看吗？好，我现在就发给你。谢谢啊。到底是你透露的吧？是你盗用了我的邮箱。你这视频就能看清楚一个人影，你凭什么说是我呀？麦承欢，你别狗急了乱咬人吧。虽然你穿着卫衣卫裤还戴着口罩，但你手上的戒指我应该没有认错吧？咱们公司那么多人戴戒指，你凭什么说是我呀？你就算是贼喊捉贼，你也找个靠谱点的理由吧。戒指不是铁证，那你身上带的包呢？什么包？我说那天你身上带着的包。我那天根本就……没错，你那天身上根本就没有带包。麦承欢，你诈我！一报还一报。还有什么要解释的吗？姚总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就是一时被德山的人给迷惑了，鬼迷心窍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就这？承欢，你看我孤零零的一个人，什么依靠也没有，我真的不是有心要害你的。再说，你男朋友不是德山的小老板吗？我用你的名义发邮件，不也是帮你得个脸面吗？我不需要这样的脸面，我真是谢谢你。承欢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以后肯定不会这样做了。求你了。承欢啊，你看这样好不好？无忧呢，毕竟也是老员工了，跟你一起共事了那么多年，你看能不能原谅他这一次？不能。对不起，朱总，我不能原谅一个一而再、再而三害我的人。而且这次他害的不是我一个人，他把整个酒店、整个集团都拉下了水。如果你们要为这样的人、这样的行为进行隐瞒的话，那以后我们的酒店还有什么公正、信任可言呢？报警吧。如果你们不报的话，那我来报。你报吧。你报啊！我现在就在这寸土寸金的办公楼上，出入着一晚上成千上万的高奢酒店，看似天之骄子，有光鲜又清闲，可实际上呢，
实际上我住在松江，每天要花几个小时的时间挤地铁，还要和你们这些内环不出中环不迈的人假装是同一个世界。还有外面那帮人，他们要位置的有位置，要靠山的有靠山，还有的人靠着位置等着养老。可我们也是人，也有野心有欲望，遇到一丁点的机会就想突破头上的天花板，这有错吗？我只是想靠自己的努力留在上海，有那么难吗？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上海本地人，所以日子一定过得比你好？我弟弟，一个大高个子，现在还睡在阳台上。我爸，一件衬衫穿的都发黄了，也舍不得去换。还有我妈妈，永远在灶台前都转不过身。你有野心没有错，有欲望也没有错，你想赢没有任何的问题。我也想升职，我也想赚钱，让我的家人过得更好。但是我赚的每一笔钱都是清清白白，我不会为了自己的私欲而去践踏任何人。所以对不起，你的行为我无法原谅，我也不会原谅。姚总，这件事情还是您来处理吧。马上出公司，我又被开除，交给警方处理。去吧。走吧，不用。怎么，你还有什么事吗？朴总，我申请调职。你想调去哪？离你越远越好。好，那就酒店公寓的物业。接受。微光轻轻落向时间的涟漪，某颗温暖瞬间在心底亮起，某个慢慢靠近身边的声音。德山家居本来就是波提切利的供应商，即便我是领导，我要用你的人脉，那也是你的价值。人家和自己的老板一上一下，一里一外，给你做了一个局。遇到一丁点的机会就想突破头上的天花板，这有错吗？ Don't cry, don't cry, don't cry, don't cry, sweetie. Good night. 爸妈妈，我回来了。呀，今天回来那么早啊？哎呀，太好了，快快快，菜都是热的，你看妈妈给你蒸的蛤蜊蒸鸡蛋，还有猪蹄，都是你喜欢吃的啊。老妈，喂，快快快吃饭了，女儿回来了。爸爸啊，程嫂还没回来，不等她了。啊，不等她了。哎呀，她也是下了班老是不及时回来，这么大了一点树都没有，有空收收她啊。都今天这个菜都是欢欢喜欢吃的，多吃点啊！来，那坐着吃。欢欢，怎么了？什么事不开心啊？没有。啊？是不是招标会不顺利啊？没有了呢，招标会挺顺利的，就是最近因为招标会一直加班，都没怎么吃到家里的饭，却突然一吃到妈妈做的饭，觉得很幸福。这有什么呀？想吃什么一个电话，妈妈给你做好，爸爸给你送去。对，我给你送啊。嗯。哎，嘉亮他们家中选了吗？妈妈，我今天都饿死了，
我们不要聊工作的事情了，好不好？吃饭吧。好，不聊工作的事，那就聊聊结婚的事。哎呀，你也真是的，没看女儿累坏了吗？老婆，赶紧吃，吃完了好好睡一觉。今天啊，什么事儿都不聊，咱们有什么事儿，回头再说，好吗？吃吧，吃吧，啊，来来来，吃吧啊。龙晨呀，刚好是能够自立。是那栋是物业啊？对啊，可不都已经证明不是你，是无忧了吗？这个姚总心真够狠的。是我申请调职的吗？至于姚总，我懒得去揣测了。还有 Sherry， 隔墙有耳，以后你说话什么的也要注意一些，谨慎一些。我听说他和张总连夜向总部投诉，今天凌晨邮箱里就已经有丹尼斯总停职调查的通知了，他们的目的都达到了，放你一马又如何？调你去物业这种地方，还不是为了显得自己公平公正，好堵住其他员工的嘴吗？反正我也不想跟他们共事了，与其留在这儿，还不如重新开始呢。你呀，本来前途大好，现在呢，调去当物业管家，真是够不顺的，希望赶紧雨过天晴吧。这下工资也降了，还好你有家可以住，不用出租金。你这是真的在安慰我吗？好啦好啦，再怎么说也是高奢酒店旗下的公寓，我听说那里住的都是些高端商务人士，说不定还能遇到一些商务精英男。明白你的意思了，我帮你多多留意着。那太好了。春花，这是要走了啊？要走了。你说你让我说你点什么好啊？还嘱咐你两句吧，以后在外头啊可不能再这么任性了。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，你有天大的能耐，你得先把自己保护好了吧。和气生财，和气生财呀，啊！我明白的，朱总。这段时间，谢谢您的帮助和照顾。您放心吧，我到哪儿都会好好干的。啊，还有，以后有什么事儿，只要我们能帮得上忙的，你尽管说话啊。嗯，您多保重。走了，快回去吧。好好干。回去吧。哎呀，哎呀，哎，对了，老板，忘跟你说了，哎呦，丹尼斯那边停职了，说是要调回瑞士总部去了。丹儿，你至于练这么狠吗？你想得到的都得到了，你干嘛呀？得好好锻炼一下，准备迎接下一场应征。那你确实得好好锻炼锻炼。哎呀，你那点小心思啊，全都败露了。你对陈欢那点的那个好感呢，全都降没了。你确实得好，哎，你确实得好好刷着分了，你。哎，这位先生，你别告诉我这是准备送给程欢当做补偿的。拜托，大哥，你别把这件事情当成是男女之间分手去处理好不好？再说了，你对程欢可比你对之前那些个前女友要狠多了。你看 Katrina 又给介绍工作，又给介绍资源，程欢呢，你直接给降职了。从酒店到物业，这落差也太大了吧！不然让他继续留在波提切利，保守流言蜚语。哦，那姚总的意思，你是在帮陈欢了？哎，那咱也不至于把他给弄到物业去吧？之前不是给他介绍过那种活少钱多的地儿吗？他不需要，
正好让他积累积累。弹簧压得越低，跳得越高。那边住的都是高端住客，人脉广，资源多，让他好好积累积累，拓宽眼界。啊，那姚总确实是有先见之明。只可惜呀，你想得远呢，人家未必能理解到你的意思。走了。啊，邢总，月兰的那间已经被警方带走了。虽然朱秘书行贿的数额不大，免于法律制裁，但德山行贿月达的事一旦披露出来，势必影响公司下一步融资。我建议安排人事部妥善解除与朱秘书的劳动关系。你让小朱赶紧过来一趟。好的，是的。秦总，你去人事部办一下离职手续。不是，开什么玩笑呢？干嘛？不是，真要我离职啊？你送礼不能花现金啊，非得要刷卡，一点职业的敏感度都没有。我告诉你啊，如果公司未来的发展就是因为你受到什么影响，我不说，你知道结果。你是啊，你好，我是从波提切利过来的麦承欢。啊，我知道你，背锅侠嘛。哎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这个人啊，说话有点直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来来来，先进来，进。小王啊，哎，新来的啊，麦承欢，你好，你好，我都记下来了。来，这是你工位，东西放这儿就行。好的。虽然啊是一个集团，但是呢，我们这边干的是辛苦活。跟前面的养老酒店啊，它不太一样。嗯，你刚来啊，心里难免会有些落差。你要有什么想法，你就及时跟我说，好吧？不会的，张经理您放心吧，我到任何一个地方都会努力工作的。行，那走，带你去看一下你的战场。好，走。一楼呢是前台大堂和公共接待区，顶层啊就是咖啡厅和酒吧。我们这里呢，中间的楼层是客房，每个管家负责两层，一共16个住户，要做到一对一的定制化服务。一对一定制服务，简单说吧，就是满足每一个租户啊他们的个性化需求，你得跟他们做朋友。平时呢，除了要用眼睛看、用耳朵听，重要的是用心去感受。你得让他们对你的服务挑不出毛病，才能按时交物业费嘛，对吧？明白。哦，对了。我们这儿还有一个福利，嗯，每个月呢，所有的住户会对管家进行一次打分，5分是满分，3分是及格，季度累计满15分可以兑换一天休假。明白，我会努力的。不过你负责这个楼层啊，那个513，你可能得多费点心。他已经拖欠了1年的物业费没交了。什么原因呢？要说这个原因吧，有点复杂，我只能说他对那个服务的要求有点高。那他一般什么时候在家？他是做境外旅游的，半夜才上班，上午在休息，中午以后都在的。嗯，明白。你得抓紧时间处理一下啊。走，带你那边看看。啊，这条线路已经是最低价了。嗯，啊，就这样，就这样。你谁啊？陈女士你好，我是新来的管家麦承欢，不好意思啊。
陈女士，交物业费是吧？啊，好的。那我先来投诉一下你们物业的服务问题。首先，快递为什么不能送上楼啊？你们说的是保护我们的隐私安全，可以呀。那你们帮我们拿上来呀，我天天自己一趟一趟的跑呀。还有这个门锁，坏了起码有一年了，你们只修不换，关键是你们修不好呀，三天两头的，哎，我就被锁在外面了。还有，我搬进来的时候，你们那个宣传是吧，说会不定期举办业主联谊会，没有一次兑现过的，这一桩桩一件件，没有一个是顺心的，我没有享受到你们的服务，为什么要交物业费？明白，陈女士，您刚刚说的那些我都已经记下了。之前是我们特殊时期，有一些人事变动，之后我们的物业服务也会有一些改进。还有陈女士，我已经进了咱们这栋楼的群里了，您搜管家麦成欢就能搜到我，日后您有任何的需求都可以找我，我会尽力为您提供最舒心的服务的。好吧，我给你一个改进的机会，你呢，去新天地给我买一杯现在很红的那个手作奶茶啊，热的，三分糖，最好是一个小时之内买回来给我。愣着干嘛？不是想一对一服务的吗？啊，还有啊，那个奶茶买两杯的话会送一个免费的小点心，奶茶我就喝一杯，你找个人拼个单，把那个小点心拿回来给我。哦，陈女士。慢呢，不是说一个小时吗？你看，都凉了。不好意思啊，人实在太多了，我已经尽力了。那个小点心，我也帮您带回来了。我楼下几个快递，给我拿上来吧。好。这些衣服送去干洗一下，别弄坏了啊。好的。帮我遛下狗，别让他们打架啊。往这边再走一点，来来来。没事，他们不咬人的。陈女士，陈女士，来，给您弄。呀，回来啦！你想死妈妈了，快进来，快进来。啊，行，我没什么事儿，你回去吧啊。陈女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刚搬过来，不行吗？你不是一直住酒店吗？这一层你管的。嗯。过来帮忙。真是够倒霉的，又碰到。好了，杨先生，您的灯我已经给修好了。如果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的话，那我就先走了。这么着急？您还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吗？嗯，没有。姚先生，我分管十六户，并不是您一对一的秘书。如果您没有什么其他事情的话，我就不打扰了。还有，麻烦您在 APP 上对我本次的服务进行点评，谢谢。哎，饮水机好像有问题。好的。
姚先生，每天我们公寓会给您送水，您不用自己买的。嗯，我喝惯了特定的水，习惯了。那您知不知道，您特定的水是不能加热的，一旦加热，矿物质结构会堵塞饮水机。解决问题，能不能搞定？明天我会把柠檬酸带过来，给您彻底的清洁一下，应该就可以了。姚先生，您看看您家还有什么其他的地方坏了吗？我一并帮您修了吧。嗯，应该没有了。那太好了，我现在可以走了吗？麦神欢，我会给你五星好评的。我相信不管是秘书还是管家，你都能够胜任。你这是打我一巴掌给我个甜枣是吗？你可以这么认为。姚志明，之前的事情我不想提了。我既然现在来到了公寓，我就会踏实工作，从头再来。至于你，我希望我们井水不犯河水。你也不必要这么假惺惺的关心，我不需要。好，但你以后在工作上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。不必了。上一个职位给我的职场忠告就是，不要随便接大饼，尤其是领导以及客户的大饼。哎，再给你个忠告，最后一次，记得从客户最需要最紧迫的事上下手。你是管家，别什么都做。谢谢。陈欢外表看起来比较柔弱，但是内心刚强，要体面的。你这么对他，就等着吃苦头吧。陈欢姐，吃饭。陈欢姐，怎么了？陈欢姐，被欧阳三气打了。消消气，消消气！我跟你说啊，就因为这位陈姐，管家都辞职三个了，她简直就是个天坑啊！所以说，咱没必要走心，没必要动怒。记得。从客户最需要、最紧迫的事上下手。我估计吧，就是因为他上次在业主群里发广告被管家制止了，所以说才把火撒到你头上了。你别理他，他自己没好觉。原来是这样。嗯，我知道了。诗蕊，陈欢，过两天酒店是不是有一个红酒品鉴会啊？是啊，怎么了？你能帮我要到一张入场券吗？可以，没问题。谢了。好，来，赵总，放心吧。行，那就这么说定了，明天见。哎，都到了，你带的人呢？公司的大会都赶不来啊。罗总，您分给我这个麦城枣吧。学校不行，工作能力嘛，你看现在连工作态度都看不到。那罗总不好意思，那个刘丽一早让我去客户承租的厂区跑一趟，因为厂区都在郊区，所以路程有点远，我就迟到了，不好意思。哎呀，我是真忘了把你派出去，脑子装的事儿一多呀，这记性不好。但在带学生这件事儿，我绝对是认真负责。要不您再给我分一个，我两个一块带。两个一块带，我看你手头这些工作呀，全都交代了。哎，行了，说说，到底什么情况？说呀。罗总，
客户要求出具一份详实的消防安全法律意见书，因为刘律师第一次让我单独做工作，所以我特别认真对待。我就实地以应聘者的身份去对方的厂区勘察了一下，这些都是现场的照片。经过分析呢，我也出了一份法律意见书，您看一下。老刘啊，你算是我们律所资格最老的律师了，万事儿上上心，你别真让后浪给你拍在沙滩上。我的孩子啊，我不知道自己做得够好吗，我是第一次做妈妈，尽管岁月已吹白我的头发，没有按时吃饭，忙碌不是我的错，如果让你知道却会令我很愧疚，你的嘘寒问暖我知道是为我好的，但又让我觉得我不曾被信任着。不担心的人啊，一定不做妈妈，我知道全知道，可是我心疼啊，请放心让我前往属于我的人生吧，你那么勇敢善良，我很想你就不怕，有一天你也会成为一个妈妈，那一天我们会深深的拥抱吗，像溪水环游世界，拥抱回他出生的河流。我希望你被爱着，我希望你要快乐，我希望我的双手可以为你挡着风。我知道爱会争吵，我知道人会变老，所以那一句爱你一定要大声地说。穿过妈妈的目光，离家的小巷，穿过拥挤的车厢，回忆的滚烫，穿过温柔的时光，有你的地方我就有路回家。请相信自己。